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人见人爱猫狗见了就想来我家的喜猫。熊肉好，东东哥好，弟们好，花姐雨好，大田宝宝好，一峰好， MH 六零好，大家周末快乐。我今天还没到周末，明天才是周末，怎么啦？这个毛画好多呀，你先起来。吃饭了吗？菠萝日好，1800好，对，都在抢镜。金先生好，东东哥好。哎呀，他去跟妞妞撒娇，待会你就挨揍，傻不傻的？啊，小毛眼睛还好啦，昨天洗澡之前就发现他有一点流眼泪，因为明天好像是要是雷暴雨吧。啊，我们这边还算好，没有很热，但是我开一个风扇呢就能让空气流通一些，所以有开风扇。碧珍姐好。又跟狗撒娇，待会又要打狗。他的那一套路数真的是我很懂他的，你看他到处去求卖萌，好好笑啊！今天这两天都比较忙，因为忙着新频道的视频，就是做饭的频道的视频啊，现在都在筹备，等我攒到一定的数量，然后就可以开始发了。没有东西上架，我也没有时间去催，因为去年的时候不是美食频道的视频全部因为电脑夏天的时候电脑被烧掉了，然后全部都没有了嘛，备份恢复也恢复不了，然后今年要全部重新拍，然后刚好也新的镜头到了，然后就可以开拍了，那么先试着搞一些。最近因为刚开始就是按照新的路数在拍，结果就搞得有一点累。每天起来好多好多事情要做，就是啊，闭馆部你好呀，小粉丝你好呀，98744你好呀。小鱼干炒苦瓜，太苦了，怎么那么好笑？这么苦的吗？对哦，我还要把我的那个凤梨汤要炖鸡，我才想起来，再不炖的话，可能放久了那个凤梨汤就会坏掉。你好呀，B 站用户不存在，不存在，那你是谁？大家晚上好。黎哥好，是慢慢熟练了就好办了。苦瓜我还可以，我觉得外婆炒的苦瓜很香，但是，在外面吃的苦瓜我就不怎么喜欢吃。就是外婆做的苦瓜，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的，我做不出来。阿毛现在在用瞳孔在扫瞳孔，妈妈。不高兴啦，妈妈。那有一点剩下的，找到一点剩下的冻干。猫猫吃鱿鱼干吗？它吃我也不会给它吃。对，因为那个如果人吃的鱿鱼干的话，它会有一点盐味嘛。特别是那个鱼啊，它晒干之后那个盐又比较重。就我们人吃的鱿鱼干是比较咸的。所以我不会给它吃，因为猫有猫的零食啊，也不需要吃那个鱿鱼干呀，是不是啊？猫咪就吃猫咪的零食好啦。对，我的咸肉今天终于吃上了，相当的正宗，相当的正宗。然后做了两种吃法。哎，果果丫头好。盆里的是大头和妞妞，
我还要起来呢，我放在这里呢，慢慢连呢。没有啦，等一下哈，圆圆也想吃啊。啊哈，吃辣椒吧。我试了很多次，就是把它弄得干一点，然后又没有那么干，去尝试。我还是喜欢它比较像叉烧的那种口感，就是那个肉要有一点肉汁，我会觉得比较好吃。就是太干了，我没有那么喜欢，所以那个我做好之后，炒了一个蒜苗，就是那个蒜叶，然后再用，来阿仔来阿仔，再用那个空气炸锅炸了一下下。对，毛毛起早了，昨天。飞鸟好，这个家伙现在不吃饭，你知道吗？他今天好好笑啊，因为我们在拍那个做饭的视频嘛，然后他在那里等了好久，等了好久以后呢，吃饭的时候就他也没吃上，然后做完的时候我给小姐姐尝了一块，他在旁边本来就很气了，没有邀请他尝一下，然后呢，做完了我们上桌吃饭的时候呢，他在那等了好久。我没在嘛，我先让他们吃，因为我没有什么胃口，太累了，就是，然后我就让小哥哥、小姐姐先吃，他在那等了半天，人家没有给他吃，他也就克制了哈，他也就克制住了，就也没怎么样，虽然有一点气，但是到后来我去吃荔枝的时候，就是我坐在饭桌那里吃荔枝，咪咪姐给我寄了一堆荔枝，好好吃的，然后就。他就实在是觉得委屈了，然后就在那里呜呜叫，就开始很委屈的呜呜叫了，就那个意思就是说怎么还没到我吃啊？就是等了这么久，人家也吃饱了，然后到你吃了，怎么我还没轮到我吃啊？就是松弛哈，气得都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给他鸡胸肉拌狗粮，他不吃，这两天他都不吃那个狗粮。就新狗粮、旧的狗粮他都不吃，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地了。后来呢，怎么骗他吃呢？我就把他那盘狗粮端到桌上去，就是那个狗粮跟那个鸡胸肉一起的嘛。然后就把那个狗粮和鸡胸肉放到我的桌子上去，就假装我在吃，然后再给他吃啊，这样就他才吃了。吃了以后可能吃到一半就觉得被骗了，发现被骗了。然后又剩下了，又没有吃，去了去看小姐姐在干嘛？去，哪？小姐姐回家了，你要不要跟小姐姐一起走？哦，快点快点快点，拍不到你们的，放心走，去找小姐姐了。她都要气死了，你知道吗？最后就把那个鸡胸肉用来蘸了一下。那个咸猪肉的那个肉汁蘸了一点点，有那个味道，然后再把那一块肉放回那个碗里面去，后来就吃掉了，真的是好坏了。给妈妈来了，小刺猬，给妈妈呀，丢不丢？预备，快点，来了，对了，预备啊，今天下雨了，外面在下雨了。对，但是吃人饭那个营养，又说营养不行，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到底怎么办好。他要是能吃米饭，那最好了，就是吃不吃米饭？但白饭他是不吃的，我有试过给他吃一坨白饭，他假装把它咬过去了，结果是一口都没有吃。小熊，小姐姐摸了它一下，它吓得我不干净啦。对，可能是被鸭子汤。小熊立马我不干净了，跑了，好好笑。你在那里扭屁股，扭了扭了扭了。外面已经在下雨了，你俩拿伞哦。是他可能想吃有味道的，但是不行啊，这样不行啊。那个，油啊盐啊太多了，他对他不好，就正常的是可以的。对，小熊，小熊郁闷了，
我脏啦。今天为了做它一个封面，有一个恰饭的视频，然后本来今天晚上要发的，但是还没有款还没有到，所以就没有发。那个是今天为了做那个视频的封面，在这里折腾了好久。就是我希望他们就离得近一点啊，然后抬头去看啊，结果后来没有拍到那个封面。最后是我自己从视频里面，就是画面里面去抠图抠出来的。啊，给妈妈丢了，没了。本来要用它做封面的，但是后来发现它的表情不符合，结果就舍弃掉了，然后换了花花做封面。给，快点。花花、阿玲还有鹿宝宝。这个在玩。顺子，地上的垫子，哪一个？这个吗？这个就好像我忘记了几块钱，它是有直径的，就大一点的就十来块钱吧，小的最小的那个，这个好像是11.3块，好像是，就我买了45的，一般45的小猫咪就够了。然后我们家也有那个50啊，50是放在。他们阳台阳光房的那个藤窝里面有的，45的就比较实用了。Coco 好，凉凉猫好，Coco 来了。这段时间我们都挺忙的，然后产品上面的东西，现在就等到我们已经下单做的货都到了以后，然后再说第二批。现在目前，还有一些付了款没有做好的东西，所以得等等。来啦，来，谢谢飞鸟。以后。来呀，来，阿仔起来呀，阿仔起来，阿仔先起来，先起来，待会再跟你玩，快点。那，顺子要玩，来，顺子，那给，顺子，阿仔那个玩具臭臭的，要洗了，放了好久，好臭。开始，来。你打呀，不是我打，他在看我打。顺子打，顺子。对啦，好会啊，直接打进去。顺子，你不要打出去啊，每天都在给他们捡球。阿仔不玩了，不玩，这个好吵。你松，松了。嘿，给他玩两下，要不他在这里一直要玩。来了，妈妈打。来了，对，狗狗的口水就是臭啊！来，走，预备好了没有？来呀，听到了，响了响了，快点，你丢不丢的？来了，谢谢 Dimmer，谢谢，雷哥来了。小熊一天都在挠耳朵，我要不要把你抓来看一下耳朵怎么样？小熊，好了，这个学院是小的学院啊，我消毒那个学院消毒完了就留在楼上了，因为平时要放一两个学院在楼下，这样的话小猫咪比如说要给它。剪指甲呀，或者是什么不乖的小猫咪就可以放在里面去给它剪，这样比较好一些。但是上次看过它的耳朵又没什么问题，所以觉得猫妈妈，今天我还没有看呢，因为今天太忙了。昨天晚上是有来的，今天我还没有看，今天真的好忙，我连你想啊，我忙到饭都不愿意吃，就是太累了。然后直播就当是休息吧，我都不想吃饭。阿玲来打球了，阿玲来打了，不打吗？玲玲玲，
来，顺子要玩这个，这个都已经，这个都已经被你挠成这样了，还要玩这个，来啦。手动的尿布了，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手动的尿布龙是怎样的？问题是你盯不了呀，你人在那里，它不会来的。如果我能用手动的尿布龙，我就用捕网抓它了。他自己踩是最快的，因为他要进到那个位置了，然后他才不容易跑出去。就人家是有喵宝人好，文化人好，毛毛在那里，他要自己进去到了那个位置，然后又不能关下来，他才不容易逃跑。如果是说我看到他进去了，我按下来，他不一定到那个位置，就是最适合的位置。很容易惊动他，不太现实啊，这个不太现实啊。踏板的位置，奶糖好，踏板的位置就是最合理的，他到了那个位置踩到了，然后就关起来。嗯，那说的要用，哦。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建议我用手动的呢？它跟那个自动的有什么区别吗？就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多休息一会儿，喵宝。小橘猫老咬你。我们没有人在能一直就是观察他。问题是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看呀，就是在盯着他嘛。对，我又不是像兔兔爹他们专业救猫的，对吧？我只是顺便救一救后院的猫，是不太现实啊。那我一天到晚啥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对，我把头发绑一下啊，等一下，我刚才想说什么？想回答谁的问题？我忘了。嗯，看，你的猫老咬你啊。嗯，它多大了？它现在多大？你的猫有多大了？那个小橘猫现在多大了？海螺贩子，你的小猫咪现在多大了？2个月的橘猫，哦，你要多做一点功课。就是小猫咪它在6个月以前，就他现在还小，他应该是跟他猫妈妈一起学习，又捕猎啊，然后打架啊，然后防御啊，就是他要学习天性的年纪，因为现在他没有猫妈妈在身边，所以他才会跟你一起来做这个运动，他以为你也需要。那么猫妈妈如果是有猫妈妈的话。它咬到猫妈妈疼了，猫妈妈会用它会听懂的方式去教育它，但是人类是没有办法让它知道它这样咬你是疼的，所以你这种时候你就不要理它，走开就好了，就不要跟它做任何互动，既不要骂它，也不要拍它，也不要去跟它讲话教育它，你不可以咬我啊，这种没有用的，因为你的互动在它看来是在鼓励它。就如果他一旦做这种行为，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接受的，立马就走开，就不要跟他互动，不要理他。就他来挠你的话，把他放在一边，你走开。还有一个是他这种，要运动的这种，要学习天赋的
这种行为要持续至少4个月，就是他会可能有些人说我的猫为什么咬我的脚后跟，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他以为那个脚后跟那里就是一个在就是你的脚，他把你的脚当成一个猎物啦，这些都是他自己在跟空气斗智斗勇，在搞模拟战。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用逗猫棒来释放他的精力。不玩了，阿仔不玩了，好吵！不玩了，哎呀，这个叫那个叫的，用逗猫棒来释放它的精力，然后不要用手来喂食，就不要用手去逗它，也不要用手来喂食，尽量用逗猫棒来陪它玩，消耗它的精力，让它电量没有啦，它就没有那么冲动啦。行啦，阿仔，这个太吵了，你去拿个不吵的来，你去拿另外一个来，那小青蛙拿给妈妈，妈妈给你丢小青蛙，来了，小青蛙，那阿仔小青蛙在这里啊，小青蛙呢？这个来了，来拿小青蛙，小青蛙快点，对，妈妈丢小青蛙，玩小青蛙不玩那个好吵。来，小青蛙，这里，对，这里，对，快点，拿来了没有？对，顺子在打球，一踢一个准。本来我们家这个投食器是给猫用的，然后现在。行了，不玩这个了，好吵，快点！去拿来给妈妈玩小青蛙，不玩这个了，这个好吵，好不好？等直播完了你再玩那个，好不好？等直播完了再玩小刺猬，那拿那个给妈妈，那个红色的，对对，拿来了，去了。他不要，他就想玩这个，这个好吵的。哪天不玩这个好吵，在直播，大家都不愿意听这么吵的声音。我给另外一个给你呢，这是谁的？这个是谁的？你看这个是谁的？对啦，玩那个那后面就先不玩了，拿来给妈妈，拿来给妈妈奶酪，妈妈快点，拿奶酪给妈妈去了，去了。我把他的刺猬藏起来了，太吵了，去拿奶酪来给妈妈拿过来，快点！来啦，国王好，欢迎新朋友、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快点！自动伞啊，丢掉了吗？太吵了，不是不给他玩，因为在直播嘛，玩这个，那又不是没有玩具，为什么非要玩那个呢？拿来给妈妈，拿了没有？去哪？拿来给妈妈。来了，拿那个不响的来，快点，好乖的。他很多玩具呢，快点，拿来啦。他还好吧？他不会。你看，刚想说他就去了。哦，看到了，还好。马上去拿。谢谢1800，谢谢。不玩，不想玩。毛毛，我不跟他玩，他就不会找我了。毛毛来梳个毛，昨天还有一些那个废毛没有梳好。对，昨天直播啦，那个是加场的，昨天那场
因为昨天要给阿毛洗澡，就想着就让大家看一下阿毛洗澡，就直播看，就不拍视频了，所以就搞定。你管了吗？别动，别动，马上好，开不开心，妈妈？现在又是毛茸茸的了，但是也不能不知道能扛几天。啊，喵宝儿好，赶紧去吧。做了牙齿手术，缝针啦。那赶紧去休息，赶紧去休息，就不用来了。哦，手上的伤吗？手上的伤是弄到的，对。这一次是弄得有一点伤了，所以留了两个比较大的疤。因为发炎了嘛，就比较明显。然后这边应该也是吧，我自己也忘了。养猫的人，肯定就是晚安晚安，注意身体啊，喵宝儿。我这段时间非常的忙，所以也没有时间去过问你怎么样了。好好休息。东踩西，你也要做手术啊，牙根要处理。那就要好好的休息好。手术前、手术后都要休息好。猫多嘛，你养一两个是不会的。像我又这边有很多流浪猫啊，然后，在那个有时候做猫的训练的时候，猫的教育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戴手套的话会，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戴手套不方便的，只能这样啦，对。妈妈，乖啦，乖啦，乖啦，是不是乖？乖啦。对，那些不乖的小猫，有时候你要给它上药啊，或者怎么，它突然给你挠一下，你也没有办法。头哥嘛，头哥也不算吧，他其实他要玩还是玩的，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来给头哥运动一下，给你看一下。在弹，让头哥来运动一下，嘿嘿嘿，在弹，头头也不算老吧，头头，还没有算老。我认为啊，我认为它不算老，可能年龄来讲算是老猫了，但是在我心目中，它永远都是那个帅小伙。哎呦，哎哎哎哎，太他，好，阿玲要哎，阿玲你会了没有？我这两天是忍了好久才没有发那个小小微微在新家的视频。我其实手上已经有一手资料了，因为我发了的话，后面又会引起不必要的，就像前两天发的那个，为了报平安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就昨天就有人问他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有视频？所以我有以后还是要忍着，就不发了。我现在。本来有他在新家很可爱的视频，后面再来发吧，攒一攒，然后再给你们发。他是被领养了呀，现在在排期去香港，他已经被领养到香港去了。他叫阿玲，机灵的灵，是不是机灵的灵？
他朋友不玩了，爸爸来玩，爸爸，妈妈来玩，妈妈，妈妈在看电视，妈妈在看电视，是微微在家，微微在那边，现在跟那个哥哥搞的关系可好了，哦，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打架。但是两个公猫嘛，它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目前来讲，已经算，就是算它适应的很好了。小微微还是很喜欢人的，这一点非常好。对，阿玲是已经领养去香港了，只不过是还没有排期，就是要等香港渔农署的准入才可以动身。他们那种打闹其实也是社交的一种方式，所以没事啊，已经很好了。他第一次出来。跟土豆见面的时候，两个猫就开始闻屁屁了。你说是不是好？我一看到那个视频，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至少起码要过个1个礼拜、2个礼拜才可能到这一步。然后他们居然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相互闻屁屁啊，然后一起吃东西啊，然后有一点就是开始玩耍，你扑我，我扑你啊，就是玩耍的那种，就尾巴翘得高高的那种。就看起来就很开心，是不是啊？他的状态是跟在我们家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就证明他妈妈让他感受到了就是家的安全呀，所以他很有安全感。然后他妈妈一叫他，他就来，可乖啦，现在。对呀，阿玲都快1年啦。是原住民脾气也很好，原住民还比较胆小，主要是怕原住民。主要是怕原住民应激，其实，因为原住民比较胆小，阿威还比较胆子大一些，就相对而言啊，阿威比土豆的胆子要大一些，就是怕土豆应激，所以才都几多下嘅。佢妈咪啊叫佢过嚟，佢就会即时行过嚟。哎呀，那个金先生 Coco，我真的是想打死他。对，阿威是见过大世面了。我要去换双鞋，我刚才穿这个鞋忘记换了，我穿的这个鞋有一点热，我去换我的人字拖。等我一下啊，我去换人字拖，然后顺便拿那个叫什么，拿小朋友的碗下来，待会他们吃好吃的。佢好真系好奇怪，我都唔知佢成日都。又應承我哋，佢一就係話，乾脆就冇同我做，係咪啊？又應承我哋同我哋做，而家又九唔搭八，唔知。啊，我去拿，我去换一双鞋。那来啦，那。
我今天买了一壶这个甜米酒，我晚上准备喝两口，因为今天太累了。这个它就有一点像稠酒的味道。用来煮鸭子也很好喝的，煮鸭汤也很好喝。啊，插针，对，但系佢成日都。我唔知點話佢，真係好奇怪，我未見過咁奇怪嘅人。那個人真的很奇怪啊！我之前一分钱都没有给过他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样板叫改，马上就会把样品寄给我。可是他前面花了这么多的心思，他现在不给我货，他也拿不到钱啊，是不是啊？好奇怪！看这两个黑黑。对，但是因为它的质量还做得挺好的，所以才没有考虑要换人。如果是早知道他是这样的话，早就换人了，就弄得蛮生气。啊，这个应该还好吧？这个应该只有0.5度，你看到吗？0.5度，哈哈，可以忽略它。对，这两个好好笑。丽丽呀，你吃不吃罐罐？两个的，你看他们两个的那个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个身上的花纹也是一样的。关键他又有时候他又给你做一点什么，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想不想做，是不是啊？就很生气。我上去拿碗，顺便拿我的酒去冰。这就是我拿的。对呀，这就是我拿酒的目的。等一下，我去拿碗。然后这两天不是618活动嘛，就比较多的那个，比较多的订单。但是我有时候遇到一些野生的客户，我也觉得害怕。野生的买家，就是他的那个，期待值很高，就一直在问我，会不会失望？就其实如果是作为我的性格来讲，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讲，你不要买了。但是好像这样又不太礼貌，就这种我就觉得他是后面应该会有很多会有很多事情的，我是很怕这种的，就是一直在问我会不会失望，我就把情况就是你觉得哪里会有问题呢？然后一样一样的去解释，我就觉得好累，真的，
有时候还行啊，也是买家买杯子和雨伞的比较多。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的期待值在哪里嘛。就是你，如果我知道说你担心会有什么问题，那我知道怎么回答。如果是我并不知道你的担心在哪里，就是会为什么会失望，那我就没有办法回答，是不是啊？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就我个人的话，我当服务员的话，我就会说你不要买啊，我劝你不要买，你一定会失望的。哦，通常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失望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点在哪里。就退回来的东西，最担心的像杯子哦，最担心的是他用过或者是。那个盒子坏啦，就是外面的盒子，因为有很多人退货的时候，他退回来的盒子都是坏的，很多次遇到了。就那我们一个杯子一个盒子，我也没有多的盒子，所以说那个杯子就反正退货回来的杯子几乎都是没有再往外卖的，就是谁要送人就拿去送人好了，就我就会把它放在一边，就是我们仓库旁边。里面有一个大的箱子，里面就是放退货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过嘛，是不是啊？就不敢拿去卖给别人。对，盒子也贵的呀，2.5块一个，然后也不敢卖给别人呐，是不是啊？那谁知道，就是这种东西是卫生问题嘛，就蛮麻烦的，蛮讨厌的。对，所以退回来的时候，这个盒子就没有用了，因为盒子它是个包装盒，它到你手里的时候坏了也不稀奇，但是如果我寄给你的时候就是坏的，那它就稀奇了，是不是啊？怎么啦，玲玲，饿死了？好，来吃东西，来啦，我看谁要吃东西，都不来是吧？没有，阿玲在叫，玲玲在叫。那我们先吃条，给熊哥吃一下条，我们再来吃东西，好不好？给不给？哎呦，微微走了，我们家的小猫咪除了洗澡都吃不上。来呀，来吃条啊！先给熊熊吃，好吧？明天微博播呀，播呀。昨天是。小宝吗？小宝是脱毛脱的差不多了，小宝的毛现在还要梳一下，但是他这两天我本来今天明天想给他擦个澡的，没有空，再过两天吧。等小宝擦澡的时候再给你们直播，就要给小宝擦个澡，干洗一次。小宝掉毛掉的挺厉害的。你看他现在给他把毛梳掉了，整个毛都小完了一圈。对，他掉毛很厉害，整个毛都小了一圈。你不要拿尾巴来呀，你拿嘴巴来呀，你个傻子。哈哈，熊哥在跟大头卖萌，哈哈哈，好可爱呀。熊哥真的好可爱，哎呦，卖萌哦！嘿嘿嘿，这三个好好笑。柔柔帮我截个图。哎呀，他跑了！我本来是想让接三个猫排排，并排的时候，哪，乐乐，给乐乐吃一点，因为我自己截图会有那个字幕，所以说我刚才想让柔柔帮我截个图当封面。
はい。すんでね、すんな。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控不控制啊？你让我剪个指甲，我就给你剪。又给他剪个指甲了，等一会儿吧，或者明天。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不想动，我恨不得坐在那里播。今天真的有啊，乐乐在握手，看到吗？好笑，乐乐居然沦落到这种了，看他啊，你怎么沦落成要饭的啦？好可怜啊。花花脸呀，花花，要去哪里？他刚才把这个叼住了，他要带走。好了，给熊哥吃了啊，熊哥。我熊哥嘞。阿玲走，不要在这里使坏。阿玲真的，阿玲是个高手，她总是用尾巴。如果别人要打他，也不会打不到他，打到尾巴。阿玲真的是个高手。去了。画画嘞，画画，画画。好吧，浩浩来了，那小花呢？小花是可以叫来的，比熊哥要乖，是不是？那小花，对，那个眼睛是眯眯的，是什么意思？往前一点点。对了，眯着个眼睛是个什么意思？有几个意思？乖了，头可以了。花花来，花花，熊熊来不来？熊熊，熊熊好爱干净了，你看他，就吃了两口，就在那里洗脸了。感觉熊哥是个大舌头，难怪他的叫声是那样的，感觉他舌头比别的猫都要大，是不是要剪一下啦？跟那个八哥一样，要剪一下，鹦鹉还是八哥要剪舌头，剪成尖舌头，然后熊哥就会讲人话了，是不是？过来一点，画画脸，画画脸，画画，来了，对了。画画嘞，画画，来了，头哥截胡了，头哥，乖了。乖了。阿玲可怜兮兮的，尝吧。真乖。给毛毛吃一点，毛毛还没吃呢。小马。快点，妹妹，妹嘞，妹，妹妹，快来呀！你让它动的时候，它是说没有力气的；然后你让它吃的时候，它浑身都是力。头哥好好笑。
好啦好啦，桃桃不能吃这么多了，桃桃。我不敢让它站太久，因为它这么胖，站起来对它的关节来讲是不好的。刚才它是自己站起来的。好了，没有了。蓝莓，小妹妹，阿玲那个尾巴。要打架了，要打架了！妹妹气死了，被糖宝宝抢走了。顺子，顺子，快点，顺顺子嘞，顺子，来了没有？顺顺，顺顺，要先去上厕所。好啊嘞，好啊。画画嘞，啊，好能干，一叫就来，是不是？比阿玲都乖，是不是啊？画画，你敢站起来吃吗？好啊，他不要站起来，画画嘞，画画，画画，来呀，熊熊来，熊熊，快点。不吃就给毛毛吃啦！哦吼，来啦！今天好乖呀、啊，熊熊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啊？熊熊，肚肚饿了是吗？是不是肚肚饿了？熊熊好乖，也叫来了是吧？见不得我表扬他老婆。顺子来了没有？顺子啊，顺子啊，快点，顺顺，哎，又皮去了，好皮的那个猫。哎，阿 B 在那里，B B，阿 B 已经下来了，B B。哈哈哈哈，就是叫你啊，就当是叫你了，熊的后脑勺，熊的后脑勺一直都是那样啊，没有什么变化，他就是想吃，但是他意思就是在别人的那个叫什么叫挨打的边缘徘徊。他先用尾巴试探一下别人会不会打他，如果不会打的话呢，他就掉头过来要吃；如果别人会打他的话呢，他就假装路过。他是很会的。B 边，B 边，他跟谁在那里？应该是露露吧？露吧。他可能是跟鹿宝在那里，对，他很精的，超级精。又来了，画画，我还在打架。圆圆来，圆圆，到我圆圆吃了。你昨天不是吃过了？昨天都吃了2条。等会吃完了要滴眼药水了啊！待会要真的要给他滴眼药水，一天至少要滴3到5次。
妈妈，妈妈天天就想吃条条，要不就吃干干。原来呀、啊，圆圆，我是叫圆圆过来，我蹲得太久了，刚才有一点头晕了，站起来的时候，所以赶紧就坐下来了。等一下啊，我拿个眼药水。能喊过来最好，要一个一个的去喂的话，我关节也受不了。乐乐，等一下。那滴样样，好乖，就是好乖，违心的夸你，乖也要说乖，又要滴眼药水。听到那个眼药水的声音，待会就会跑的，所以我现在这里悄悄的打开那个盖子，不能让它听到。啊，好乖的还没有滴，还没有滴呢，快点。哦，那只能这样滴了。哎，对，别动，别动，别动，让眼睛吸收一下，只能这样滴了。让眼睛吸收一下，吸收一下就好了，小妈妈。哎，不能乱动啊，这里有一个结，不能乱动。我把它夹在我的腿上，然后它的脚踩在我的脚上面，马上就好了。来看一下，再顶一顶啊！哎，擦一下，擦一下旁边，对。因为有那个，刚才看到有那个分泌物，擦一下就好。好了，现在好，好了，不滴了，不滴了，BB 在叫，嗲嗲的，不滴啦，不滴啦，他听到我盖子的声音就开始狂暴。可以，梳一下毛，梳一下就可以走了。我想一下要不要给他剃这个下巴的毛，不剃算了，反正都要舔了，剃了也是要舔的。他在叫，去找头哥撒娇去了。哎呦，亲上了！哎，这个小熊怎么回事啊？这个小熊专门打老婆，真的什么本事都没有，专门打老婆。他还想去打桌球，我现在不动啊，我动了他会跑掉的。我们就这么先看一下，看他要干嘛。对，要家暴了。B B，
你吃吗？嗯，我先不动啊，我就坐在这里，等它，让它先适应一下，玩一下。我看它要不要打球。你看我动一下，它就要看我，超级。哎，妈妈，妈妈。小猫，你看它不怕狗的，它怕我，它不怕狗。它，熊哥要去家暴老婆了，是 BB 在叫。B B 声音很奶了，要去玩狗子的玩具，好可爱。对，他只是不喜欢我，他跟谁他都很厉害。B B，就想去找熊哥。叫的好嗲呀！对，他刚才叫的好嗲。哎，他朝我走过来了，他居然敢走过来！胆子也是大了啊！他居然敢走过来，还是要去找熊哥。中间隔了一个妹妹，我看他要怎么去找熊哥。谢谢1800的投喂，谢谢你，不要花钱破费哈。我看他要怎么去找熊哥，对。因为爱情忘记了安危。哎呦，叫的好嗲呀！我大气都不敢喘，我在一点一点的往那边挪，生怕他看到我走路然后跑掉了。一仔现在玩肯定会吓到那个 BB 的，哪 BB 你玩？哪？哎，是我想多了。根本没有吓到他，只有我才能吓到他。来了，快点来，妈妈丢。一点事都没有。哦，李长花气了，李长花出来了。这个三角恋爱，四角恋爱。飘哥要怎样？飘哥，嗯？飘哥现在头都大了，飘哥，这个四角恋，对呀、啊，这个四角恋让那个飘哥无可适从，太复杂啦。飘哥又有老婆又有老公，她老公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她老公好像看不下去走了吧。我现在一点一点的往这边挪，说不定待会就可以挪到那里去了。来，妈妈，妈妈，小宝，那个是什么？小宝，不能搞那个啦。对，万喵咪。也是个渣男，好，我比较近了。他也是一时时啊，他有时候他又会上床去跟我睡哈，然后有时候会在床边看我，比如说我睡觉之前喜欢在床上玩一下手机，然后他要到床边去看我，那个时候呢我又不能乱动，因为我动他就会跑，所以
你去拿相机就来不及了。不玩这个，机器人呐、啊，机器人就是这个啊。哦，机器人是一个猫保姆，机器人是一个猫保姆。它这个机器人它好在不是不仅仅是喂食器。如果它只是一个喂食器，我就不要啦，我就把它撤走了。对，它的上面那个眼睛啊，是一个摄像头，它可以360度的拍照。你看它跟着猫，跟着小宝，那小宝在走，它跟着小宝，现在又跟着毛毛，就它可以360度的，然后可以抬头，可以低头，这个比较好，我就可以看一下他们在搞什么呀。然后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想喂乐乐吃东西，我就里面放厨房粮，然后等乐乐。开饭的时候就他在那里等的时候，我就放饭给他，然后其他的猫就不会吃他的。对，还有这个可以逗猫，很好，这个可以逗猫，就是里面它有一个红点点。那乐乐听到我说它名字又来了，乐乐来了啊，乐乐，它又来了，它里面有一个红点点，但是我的手机现在没有办法逗。因为我如果离开啦，就是他在当前页面才可以，哦，不可以后台逗，就是按一个逗猫的键，然后它就会发射那个红点点，就可以跟猫玩耍。比如不在家的时候啊，像那天我出去试了一下，我在外面，我叫小宝，小宝就过来啦，然后就放饭给他吃，然后又给他玩逗猫棒，就很开心。就这个其实它的喂食功能对于我来讲。还真的是没有那么稀奇，我是觉得它这个360度可以转，然后你看它可以低头，看到吗？就可以拍到很细节的东西啊，我就觉得挺好的。现在应该国内还没有卖的吧？这个是今天晚上9点在美国的那个众筹网站上面开始，今天晚上开始众筹。就连那个 app 都是人家专门给我做了一个，让我可以使用它。就是我是应该是第一个用的吧，就是来，除了老板和技术团队之外吧。我现在慢慢的在挪过去，然后你看我的声音一直没有变，我现在要慢慢的挪过去，我觉得我像一个贼啊。1厘米1厘米的在向他靠近，没有啊，这是我接的管子，对，管子还没有发，对，是海外的管子，到时候会做一个删减版，在国内也发，要不就有一点可惜了，就当开箱来发吧，走动的啊，走动的倒也没必要吧。对呀，如果猫也走，它也走，那不乱套了吗？反正放在这里可以看猫都干了什么坏事，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比之前那个，它察觉到了我过来，好了，就最后一次往前挪的时候被它发现了，啊哈哈，好好笑。就像这种呢，像我现在这个监控，它是可以抬头，可以仰头，但是它不动啊，它自己不动啊，就常常是会拍不到东西，就是我自己都看到猫啦，比如说在外面的那个摄像头，我自己都看到猫了，我都用手机拍下来了，然后它们居然没有捕捉到，你就觉得很奇怪。笑吗？他没有走，他在那个旁边。待会吃东西，我看他要不要来。哎呦，小王好高兴啊！小王是不是洗了澡澡，自己心情也好了？小王，洗完澡澡了，心情也好了。妈妈，哎呦！哎，不能吃了，毛毛不能吃了啊！玩一下可以。哎，这个手太短啦！
毛毛这一次洗澡真的超乖的，如果昨天没有看到的，去看微博昨天的直播回放，乖到爆炸，真的是第一次这么乖。我说他是有偶像情节，有偶像包袱，知道自己在直播，然后他就特别乖。洗着洗着都要睡着了，虽然他的嘴巴上一直发出猪叫声，但是非常的乖，都不怎么动。吹风风更是最乖了。那这个小黑猫又来了 好了，我们来吃饭饭了啊！我们来吃饭饭了。条条已经吃过了，现在来吃罐罐。你看谁要吃罐罐？来啦！哦呦，熊熊，哎呦，哎呦，好厉害呀！对呀，他只有在叫，叫也算不乖吧，就是他有一点害怕。来啦！毛毛应该第一个吃，毛毛刚才都滴眼药水了，是不是啊？毛毛要第一个吃的啊！阿玲今天不能第一个吃了，今天要给我毛毛第一个吃。哎，那你乖不乖的？嗯，我给他抠一下眼屎。哎呀，又走了。他真的很聪明的，每次我想对他做点什么，都被他识破。他有一个眼屎，我看到了。这段时间都不吃主食罐头，所以就给他们吃零食罐头。因为这个零食罐头我买的是那个幼猫的，所以还好吧，也算比那个普通的零食罐头有一点营养。那干嘛去了？嗯，妈妈，飘哥也在叫。等一下啊，等一下，好忙啊！嗨嗨嗨，你怎么就直接吃了？嗨。花花是个坏蛋，花花在打小报，好坏啊！圆圆已经开始自助了，圆圆，哇，这么乖呀、啊，我的小林，哦，乖乖的在那里等我的小林，好乖呀、啊，小林好乖呀、啊，阿仔走开。后退，拿着拿着，对，忙死了。圆圆，你到一边去吃，嗯，进去。小宝其实现在可以抓他，我给你们看一下他身上那个脾气，所以我一定要给他洗个澡。看到吗？就等直播完吧，周一的时候。如果我给他洗的话，我也会给你们直播的。就是，所以猫的学校现在弄好了，就是为了让它可以擦个澡啊，梳个毛。看到吗？这上面的脾气。嗯，它没有皮肤病，只是因为它那个掉毛很严重。能用水洗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比较应急。嗯，后面还有三个。哎，妹妹怎么去打小朋友？花花，等一下。这个罐头，我感觉他们一个猫可以吃五个。等一下，毛毛，等一下，毛毛还没有吃够。奶糖宝宝，亲奶糖宝宝，妹妹，毛毛，你又把人家的给吃了，毛毛，无语了。我去拿罐罐，等一下。嗯，毛毛又把人家的给吃了，本来那一碗是别人的。
看一下这么多猫，在等吃饭。乐乐，等一下啊！乐乐已经吃过了，不用等了。全是猫，这一地的猫。别的不吃了，毛毛又吃了一碗呀，毛毛，他连的怎么被扯连？哎，等一下，哎呦，那两个小猫咪一直在抢我的，乐乐已经吃过了，等一下啊。唉，我忙死了我。妞妞在这里偷吃罐罐里面的。阿玲不要去吃了啊！阿玲刚才吃了好多了。妞妞很快，画画嘞，画，嗯，画。他不吃，这画画好奇怪呀、啊！他居然不吃。小宝嘞，小宝，妞妞让小宝吃一下。BB 在楼梯转角那里，他永远都吃不上好吃的。来，给小宝。毛毛吃了2碗，在打嗝，他在那里打嗝，好好笑，他在那里打嗝。看到吗？不用看人家的啦，啊，你已经吃够多的啦。花花不吃，花花居然不喜欢吃这个。嗯，对，挺重的。这里你踩到了，你个傻子！妹妹刚才吃了没有？妹妹，乐乐已经吃过了呀，乐乐还在看。他们通常呢，这一顿的这个零食罐头，我会在早上我起床的时候，还有晚上睡觉之前给他们加水去吃，所以现在他吃到纯的啦。终于吃到一次纯的啦，没有加料的，不知道，就是就担心他下次就不吃那个加料的啦。顺子还在那等露露。花花不吃，你看，他才不吃呢。他很奇怪，这个罐头是每个猫都吃的，就他不吃。妹妹还在舔碗，把阿仔的工作都给抢走了。谢谢闲人的投喂，谢谢。好，阿仔洗碗，OK，OK，那里。婉婉，去洗碗了。那里，OK，到那边去洗碗。好了，洗了，嗯，乖了。对了，还是给他剩了一口的。甜甜还是有点味道的，就像人家说吃那个炒石头。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那个人卖的东西就是炒石头，把石头放很多佐料啊什么，我给它炒一下，然后用来下酒，就觉得很厉害。
紫罗兰好，所以阿仔现在就相当于在吃一盘珍贵的炒石头。雨薇好，对呀，挺个味道，确实是，还煞有其事啊，好像一盘还要30块钱，炒石头还要一盘还要30块钱。吃完了没有？你吃完了，我要收拾碗啦。嗯，舔干净了没有？等会儿我就喝那个0.5度的酒，喝一点点。嗯，今天是真的挺累，然后但是我还是会把今天晚上的这个……不对呀，今天是礼拜五。哦。我明天早上再来发视频吧，发明天的视频，然后明天就是阿威洗澡的视频啦，明天就是小薇薇洗澡的视频，就可以看到阿威的变化有多大。标题我想好了，翻新一只流浪猫，整整用了10盆水。哈哈，对，但是直播应该今天晚上就会发好。我让他在这里发，然后我就去吃东西。然后就差不多了。如果刚才 BB 那边能弄到一个封面的话，就最好了，我就不会累了，直接就可以搞好。其实最累的就是写标题和整封面，通常要花我2、3个小时，就是每次搞这个封面和标题，特别是封面，因为你要想好了标题才能做封面。有时候把它做出来了以后，自己又觉得说不满意，就标题写的不满意，然后又要重新写标题，又要换封面，就比较累。现在我都已经不会再去改了，以前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看如果推荐不好的话，我会去改一下。现在我都不改了，佛系了，无所谓了。看就看，不看就算了。哎，刚才不是吃过了吗？嗯，谁又去翻我的包包？那个冷面很好吃，我是在山姆买的。那个冷面很好吃，你们可以试一下。等我一下哈，那个冷面很正宗，虽然它是四川做的啊，就冷面应该本来是东北。做的嘛，然后它就应该是延边的特产嘛，但是它确实是那个味道，只不过它是在四川做的，然后是山姆的，然后好像69.4包吧，虽然是69.4包，但是还是挺值的，因为真的挺好吃的，而且它是荞麦面，如果是在里面自己插一点黄瓜丝，还有那个胡萝卜丝，或者是说。昨天小姐姐就煮了一个鸡蛋放进去了，就是那个煮了一个溏心蛋，然后切成2半，然后在她我们家昨天没有黄瓜，她就切了苹果，切了苹果片在里面，超级好吃。对啊，延边的呀，是延边的，就它，但是它产地是在四川，就是它的口味是延边的，那个真的很好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反正我是觉得很好吃的，只不过是说要自己加一点料就更好一些。你加一点蒜末，刚才我说的黄瓜丝儿，胡萝卜，然后再加一个鸡蛋，它就很好吃了。嘿，阿玲怎么了？阿玲，对，梨也可以，对，加自己加点菜嘛，就更完美了，味道是很好的。我们反正昨天是加了苹果片。
是，对，有啊，有免费吃，我就是免费吃了，然后才种草了嘛，才买了嘛，大大的布兜，它也本来有泡菜的啊，那里面有泡菜包，有牛肉包，只不过我觉得它的太少了，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就你能买到那个冷面的调料的话，其实自己在家煮，你不用买那个也好吃的。啊，它本来就有泡菜，就你自己做的话呢，就要准备这些，这些食材呀，包括泡菜呀，然后那个冷面的调料，是特别好吃啊！我这不是吃了才买的吗？什么牌子啊？我给忘了，山姆好像就这一个冷面吧，蓝色的。我去看一眼啊，等一下，我去拿下来给你看一眼。我看是什么牌子的，我也忘记了。我现在去拿。我顺便拿个东西到楼上去，等我一下。刚才的那个他们吃完东西的碗搬上去，等我一下下啊，去拿那个东西。其实可以不放糖的，如果自己做的话，自己做的话放那个雪碧就好了。如果自己做的话，这个搞得被帮别人打广告了。现在，哦，这个是山姆的，叫什么镜面糖？你看它上面搞得那么漂亮，没有这么多料子啊，这些都是。这些只是广告哈，没有这么多料子的。牛肉是有2块的，然后苹果和那个黄瓜是要自己切进去的，本身是没有的。我喝一点水。这个不是广，没有广。我倒是希望是个广子，这样我就可以卖了，因为它真的蛮好吃的，只是它的调料味道比较正宗，但是如果是你自己会调的话，你也没有必要去买，是不是啊？搞一罐雪碧，然后再放上泡菜和泡菜汁，啊哈哈，啊哈哈，对。荞麦面，对，它是荞麦面，我喜欢吃荞麦面。我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荞麦30%的荞麦粉，100%的荞麦粉，它也不好吃啊，是不是啊？然后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有牛肉，有一点酱油，然后有那个辣酱什么的，反正你就把一包全部搞进去，就 OK 了，一共就4包。就4包，好像是69吧，我记得是多少钱？你们刚才看，那就很简单，第一步，先把它煮，先把那些东西冰镇起来，汤料加水冰镇起来，或者是你有冰块的话，你先不搞也行，你先煮它，煮5到6分钟，然后用那个凉白开冲洗2、3次，沥干以后就放到里面去。然后就可以了，就第三步就是吃，很简单。6月2号的面，反正还行吧，我觉得，蛮好吃的。
对的，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很简单。放冰块，一定要记得放冰块。凉冷面没有没有，是这个味道是很带劲。我刚才不是说嘛，要不是试吃了，我也不会买啊。我这种人就是被试吃种草。这个是冷面，不是广子啊，我这里没有卖的。对，我应该卖一下的，是不是啊？如果给我10%的提成，卖一箱也有几块钱。它就是东北的冷面，对，延边的口味。啊，我们前天不是前天，大前天在山姆，就是我其实当时我有点后悔，刚好是到了我喜欢的那个三明治。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厚蛋的，然后又是荞麦面包，然后里面是厚蛋的，然后是培根的。我当时觉得说想留一点肚子，待会去吃饭，我就要了一角。就他会把一个，试吃的嘛，他把一个把它切成了2下，然后我就吃了一块。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拿第二块。然后后来走来走去，我也觉得还想吃一块，再回去人家没有了。啊哈哈，那一盒好像是6个啊，6个那个三明治，然后69块吧，好像，我就觉得我亏大了。对，对呀、啊，回去人家收摊啦。最划算的一次是跟外婆去的，那天是去的比较晚，然后。一个人一个烤鸡腿，就是那个最火热的那个烤鸡腿，然后一个人发了一个菠萝包，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葡萄还是什么，就在那里发，然后我们一个人就去领了一份，很爽。对，蛮好的。以前想起来，以前饿的时候，就是下午就跑到 Costco 去吃。是吗？哦，我也可以去看看，我还蛮喜欢吃冷面的。原来我们都是在打外卖的嘛，外卖要好像要40块钱还是38，我忘了，一份。我就觉得有一点贵了，是不是啊？新亨顺是吧？对对对，在外面一般吃就吃饱了，那里的东西比较多。猫咪口炎吗？它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桌球就变成了他们的龙榻、虎榻、虎榻。你们家的猫咪口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治疗了很久，它都没有好，医生建议你拔牙的话，那就拔呗。因为它长期，如果它长期有炎症的话，对它心脏和肾脏都是会有负担的，然后会引发这些，但是它拔了牙就不能放回去喽。我之前给过一个流浪猫拔牙，好多年前了。然后拔完了以后是付费给人家帮我照顾它，就它拔完牙，它就回不了那个野外去了。48嘛，48有几包？蕉叶菌，48有几包？四十八五包还是485元？不拔牙，你可以先治治看嘛。你带它去先，如果从来没有治疗过的，你先治一次看嘛，看它是什么原因。也有一些猫它是青春期口炎，像阿毛以前得过青春期口炎，后来就好了，就是稍微用了一点药，后来就好了。如果就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啊，如果是跟它的免疫系统有关系的话，就像小熊那种的话是没有办法好的，只能拔牙。看阿玲。小熊那种是只能拔牙，不拔牙它是好不了的。当然，拔牙也有可能好不了啊。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不是100%的。哦，1岁多，阿毛就是换牙的时候，就是8个月到1岁的时候，阿毛有一点青春期口炎。你可以先带他去看看的，看医生怎么讲，然后也要检查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反正把他用个诱捕笼装去，然后麻醉了以后，医生来检查看一下情况再说。就是因为再问来问去的话，他可能就更严重了，花的钱就更多了。小猫咪生病啊，越早去就越少花钱。对，你可以搞个诱捕笼，或者是说。我以前的办法是把食物放在航空箱里面，就航空箱要大一点，然后他进去吃东西，我就把门关上，就把他带去了。嗯，想想看，对，谢谢你这么有爱心。实在抓不了的话，那也就是他的命了，你也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就诱捕笼、航空箱，如果都搞不定它的话，哄它也搞不定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如果它会当着你的面吃东西的话呢，用航空箱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像我抓小熊那样，但是要耗比较多的时间。我在那里蹲它蹲了，从白天蹲到晚上，就它一直在我旁边横着跳，就是去吃东西，然后又很骄傲的，哼。我吃过了，又走出来，然后又进去吃东西。最后一次被我逮到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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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妞妞，怎么啦？画画，这黄花不知道干什么。对对对，就尽力而为。如果是没有办法，那也没有办法了。谢谢求职求风啦，谢谢你的投喂。花花怎么啦？花花，花花要吃什么？花花，嗯，对，如果是一旦拔牙了，它就不能流浪啦，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反正先带去看再说嘛。啊，我如果不用拔，那是最好的。医生如果他也有可能是口腔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它有可能是因为杯状病毒或者是疱疹病毒引起的，哦，也有这种可能。小咪好，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家本来有原住民的话，可能就不方便领回家了。所以你要想好，对，先尽快带去看，然后找到它的病因。嗨嗨，又开始了这个狗，这个狗今天是跟这个刺猬过不去了。去拿那个来给妈妈，拿那个奶酪，去拿奶酪来给妈妈，在那边，奶酪，不是这个，那个那个阿仔阿仔那个，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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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啦。对，玩这个那个太吵了，妈妈丢你去捡啊！妈妈丢了啊！哎，对啦，妈丢你去捡。其实我很想给他玩那个小点点，但是我手机现在在用，所以没有办法给他玩。让他玩小点点，他就不会缠着我了，他自己玩小点点。哎呦，哎呦，哎呦！嗯，嗯。自动激光逗猫，玩那个就好。来捡给我，拿给妈妈。来呀，甜姜汁你好呀。窗旁边的桌子，窗旁边的桌子，哪个？这个不是桌子吗？花花在拉粑粑，我听到它那个粑粑咣咣的声音掉下去。哪个桌子，小咪？放货那个，你是有多久没来啦？你是有多久没有来啦？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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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拿那个来，拿那个，
对，奶酪给妈妈。对啦，哦，看错了，我以为你是说以前那个。对，这个桌子装修的时候就有。嘿，这个桌子就是为了让小猫咪站高高用的。来啦，我把凳子全丢了。原来不是有几个那个八凳吗？后来我觉得都没有人坐，然后我就把它丢了。反正我们家现在有沙发。没了，快点，松，对，好啦，是猫咪看风景了，对，说得很对，阿玲好好笑，它差点掉下来，它怎么睡的？这个猫，这个猫是怎么睡的？不玩了，累了，这个猫是怎么睡的？看它。好妖艳啊！待会就会掉下来，玲玲。嗯，你就不能往里挪一下吗？嗯，都留下来了，是不是啊？就不能往里挪一下吗？没有来，没有来，不用去看，来过了。我看到猫粮都吃掉了呢，它在这守着。妹妹已经在睡觉了，这个位置吹到风，所以猫现在都喜欢在这里。你看糖宝宝也睡得很舒服。难道是我卡了吗？我看一下，难道是我卡了吗？没有啊，我没有卡，确实是你卡了。嗯，我没有卡，我一般是从录屏去判断的。对，希望不要卡啊！我是最烦卡的，一卡我就真的是不想播了都。哦，猫在睡觉。嗯，这里还有一个。今天618活动已经开始了，如果是想买杯子呀、雨伞呀、T 恤的，赶紧下手。我今天还送了200雨伞给邻居。因为今天去给他们送了一点咸肉，就是我亲手做的嘛。然后，对，现在是很柔顺的，你看这里又有一点打结，这个毛毛啊，没事，不是打结，是要疏散它。先不说了，嗯，小毛先不说了，嗯，嗯呐。新的短袖还没有，还是上次那一个，上次那个也没有几件了。还有那个裤子，今天看也卖断了2个嘛，所以想要的就赶紧去。不过那个裤子倒是不担心，到秋天还是可以卖的，因为那个裤子很好穿。然后现在就在等那个短裤和新的 T 恤。嗯，好了好了好了，熊熊还想吃条啊，熊熊，没有条了啊，已经吃完了。那你去跟大哥了，你去跟你大哥了。嗯，哎呦，阿毛，毛毛，毛毛怎么回事呢？毛毛。嗯，来了来了，来吃个厨房粮。嗯，宝妈直接翻车翻下来了，从那个台子上直接翻下来。你去闻它的尾巴，待会它就咬你，个傻子。它去闻狗狗的尾巴，还好没有。小猫咪它会，它只要那个。高度够的话，哈，它是很会调整它的姿态的。但是就像刚才这种摔是比较担心的，因为高度不够，它没有时间去调整自己。不过它刚才阿毛还是挺迅速的，就是打了一个滚，然后就把那个冲击力给对冲掉了。
一般像矮的地方，反而猫容易摔伤。它可能是往外走了，然后就从这里掉下来了。嗯，熊熊去吃了，熊熊，阿仔你走开，阿仔来这边，快点，对，熊熊去吃，熊熊。谢谢小咪的投喂，谢谢。去吃呀，嗯，是他要等乐乐吃完，这个就是处方粮。弟弟，你让小熊吃一下。在排队。我们家那个喂食机，只要是一到吃饭的时间，就很多猫在那里等，排队等，很好笑。那个机器人，熊来啦，熊来啦，到你了，快点。来呀！去。花花别来啊，花花。该吃了就不积极，不该吃了，你看。呱呱。他以为人家在吃独食，他明明没有牙，他还是在那里嚼得很认真，也是很可爱的。哎，可以啦啊。毛毛，我们家这个垫子还是很多猫喜欢的，就是白天的时候热的时候，它们都会在这个上面乘凉，它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垫子的。而且我发现它比那个玉米皮的要耐一些，这个香草皮的、香草杆子的会比那个要更耐一些，就是那个玉米皮的比较容易挠碎，这个还好。喜欢是吧？你也买了吧？又便宜又那个又环又是绿色的环保的，没有什么科技的东跟你们讲，我今天又踩了一个雷，踩了什么雷呢？我在那个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买了一个那个篮子，就是放菜呀、放果的、放蔬果和菜的那个篮子。我在直播间里看到他拿的时候呢，有这么大，就是起码有个40-50公分的样子。然后我买完了，今天收到了，然后他可能只有一半大，就是一个缩小版，就一个缩小版，给我来了一个缩小版，我给气死了。这里嘛还好吧，嗯，应该不热吧？我里面装的是那个散热很厉害的东西。嗯，这个主机我自己都不觉得热，它应该也更不觉得热了，因为我这边要剪视频嘛，然后哦需要一个散热比较厉害的，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不热，一点都没有热，就没有感觉到有热度。上次风扇坏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啊，不是风扇，就是上一次我刚搬来没多久的时候，那个，制冷的东西坏了，然后那时候就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冷，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就报警，不敢开机，后来就让那个人帮我装了一个，我忘了他叫个什么名字，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名字，呵呵，我一下忘了。毛毛掉下来了，换过来了没有，毛毛？嗯，换过来了没有？哎呦，我还眯了一个眼睛啊！你是在 wink 吗？好乖啊，我的小毛毛。嗯，开心了。他，我感觉他洗完澡以后开心了一些。可能他身上脏，他可能也会焦虑，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要一直清洁。嗯。你看他今天也没怎么舔自己，是不是啊？所以还是毛毛还是要经常洗澡才好，要不他就是会焦虑啊，一直舔自己。我以为是猫不应该，就是像就是用以前别的猫的那种经验来对待它的话，就别的猫的话，它是洗完澡以后，它想拼命舔掉它身上洗过的味道，但是阿毛好像它相反。我也不知道，截一个图，截一个图。哎呀，哎呀，一起走了！哎呀，哈哈，把老公叫走了。熊熊真的好听他的话。我的天哪，熊熊怎么这么听他的话？好好笑啊！啊，太好笑了！对呀，他来叫他，然后他真的跟他走了，太好笑了！怎么这么乖呢？我已经想说拜拜了，结果好在没有，要不待刚才就见不到这可爱的一幕了。对，直接就把他给叫走了。花花，花花落寞了，现在花花。对，李长花还没有反应过来，老公没有啦。对呀，太可怜了。现在你看，哎呦，哎呦，花花太可怜了。小熊也没有上去，它在这里，然后 BB 在下面的那个楼梯那里，就两个，你看我，我看你。我走过去它会跑的，所以我就没有过去了。我过去的话，BB 会跑。太可爱了。对呀，是 BB 呀，BB 来把它叫走了。我要对熊哥好一点，因为我们家这些社会猫全靠熊哥帮我拉拢的，是吧？熊哥，我对熊哥好一点，熊哥来吃东西，然后社会猫也来了。对，顺顺，你不要去打，去破坏人家的好事哈。好吧，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很愉快的，今天是很愉快的结束。啊，我不想超过2个小时，因为2个小时有些平台没有办法上传，所以就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投喂。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给我们留言哦。明天的视频是微微洗澡，到时候多多捧场。还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李喜猫"以及优酷、爱奇艺、土豆，还有西瓜视频、好看视频以及腾讯视频、小红书、脸书、油管都是李喜猫。对对对，好的好的，谢谢大家，晚安啦，拜拜。